잘했는데. 저도 가서 조진나. 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周真南，这是我新一期的 vlog。 这一期的主题叫走出舒适圈，直面最恐惧的是我，要挑战我原来从来不吃的几样食物。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。榴莲，我先来每一个都闻一下。这个不太行啊，加一点，尝一下香菜，手都开始抽筋了。我最怕的呢是这俩，第二名是它，第三名是香菜，第四名是苦瓜，第五名是芹菜。那我先吃第五名。这是一个有后劲的菜，它慢慢的侵入到你的味蕾。魔鬼的味道，它有点丑，还好哎。它是真的苦，里面最熟的老熟人。我早都闭嘴了，就是吃这种东西就不能呼吸，因为我知道呼吸的话那个味道就岔出来了。我等一会儿。如果有一天 我功成名就了，然后挣到了很多钱，我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香菜地都踩烂，完来回香了。这也是一个卷，你看它长得温文儒雅的，哎，还好哎，汁液流出来了过后，就会有一股咸的味道，咸的味道。他现在也是我最能接受的，他还是他呢。这个叫香椿，它的味道有点像板蓝根加阿莫西林的味道，唤醒了我小时候的记忆。哇，这个太猛了呀！天哪，撸！我周震南愿意称他为最强。阿月哥，养生一回不？你都没见过这个吧？这是什么泥蒿吗？香椿，你先闻闻。香椿，香椿，香椿，对。哦，热一下。嗯，是这个。最后的重头戏。还有点拘人呢，这个。哇，看起来还挺好吃的。哦，挺甜的。我怎么有点紧张？我的天哪！大蒜的味道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能理解到，就这个食物呢，它肯定是有它爱吃的人啊。重点是它软软的。走出舒适圈之食物大挑战，就到此结束了。这又是什么菜？在动！这又是什么？这啥呀？他就是他，被砸过的他，毕竟要走出舒适圈嘛。哎呦，可不可以把它拿开？他真的在动啊！他这。哎呀，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这个真的能吃吗？吴奇峰老师可以来示范一下。你要走出舒适圈，加油！来动了。Come on,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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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 on！ 什么东西啊？别这样，我这不啊！哦，不能吐，不能吐，不能吐！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
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啥？哇！哇！我的，我的谁会吃啊？欢迎来到有菌科学。对啊，这个长得有点萌啊，他。我也得吃了吧。什么我都不怕，我就怕虫。但是今天让我吃虫，怎么说呢？这味儿，它长得比较畸形，看起来还不是那么的丑。我要走出舒适圈。没水了。That's a little spicy。这个味道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。欢迎大家来到青岛创造营网瘾戒断中心，来我们这儿跳出舒适圈，找寻新的自己，新的人生。